三克尼奇拉，我是日本站的妹甲。今天我们看的是位于大阪市北区2016年建成的塔楼，它总共呢是44层建。我们今天看的呢是位于20层南东角的一个角屋。我们这个户型呢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户型，总面积呢约75平方米。我们现在位于的是客厅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塔楼最值钱的一个角屋的部分啦。现在站的地方呢就是客餐厅的部分，客餐厅的使用面积呢约30平方米，旁边就是我们的开放式厨房。再一起来看一下厨房的位置，在厨房的右手边啊有一个门，打开看一下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小型的收纳库，我们可以放一下小型的收纳柜子或者是一些厨房的备用品放在这边也是不错的。这边就是厨房的位置了，厨房也是有一个落地窗的，是一个朝东向的景观阳台。客餐厅的对面呢就是主卧了，再一起来看一下主卧的地方吧。主卧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小的景观阳台的，除了景观阳台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小型的衣帽间，我们来看一下衣帽间吧。那么位于主卧和次卧之间呢有一个卫生间跟洗浴间，来看一下卫生间跟洗浴间吧。那么看过洗漱区域之后呢，再来看一下次卧。次卧这边也是带一个小型的收纳柜，然后之后这个房子呢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全居室都配有了一个景观阳台。那么上一期视频跟大家提到过，塔楼里的公共设施是非常棒的，那么这一期带大家来去看一下我们馆内的公共设施吧。位于景观休息室的侧面呢就是一个预约制的聚会室，这边现在没有预约，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里面去拍摄。我们现在乘坐电梯去往3楼的健身房，这个是位于我们3楼的健身房，现在有人正在里面健身，我们不方便进去拍摄，这个是业主专用的。那么看过馆内设施之后呢，来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售价吧。这个房子目前售价是7280万日元，它距离古町线中崎町站徒步5分钟就可到达。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